Gambia, and I'm from the Taipei, and I'm at the Taipei Grand Mosque. Mazeka hey. Selamat Hari Raya Idul Fitri. Xinnian Kuai Le. Liputan seputar New Taipei dalam cerah ceria imigran baru. Halo para pemirsa, bersama saya Hesti, pembawa acara hari ini. Pemirsa, apakah Anda memperhatikan secara seksama? Dalam tayangan acara kita ini, banyak para ibu imigran baru memperkenalkan hidangan salad sebagai menu kampung halaman mereka. Mungkin ini dikarenakan Asia Tenggara terkenal dengan cuacanya yang sangat panas. Sehingga salad menjadi salah satu menu handalan khas Asia Tenggara. Seperti halnya Ibu Lila yang berasal dari Thailand juga akan memperkenalkan salah satu jenis menu hidangan salad. Tapi dia bilang, untuk menu salad kali ini, rasa lezatnya sangatlah tergantung dengan kebersihan dari bahan seafood yang digunakan. Jadi penasaran kan pemirsa?今天我们跟一位泰国的李拉妈妈有约，她要问我们做出泰国的故乡新料理，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喽！Hello，欢迎。哎，李拉妈妈，你怎么从宾馆跑这边？要去买菜呀，因为我家住对面那边，我每天都要来这边买菜，从过吊桥。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买菜喽。好，那走啦，跟我走啦。这里可以吗？ 来买去买菜啊！好，来，老板娘，老板娘，哎，所以我们今天要买的是这个虾子，买虾子，哎，那要怎么挑呢？等于要新鲜，就圆球啊，好，圆圆的，不要凹进去，然后这个头不要掉，对，不要掉，这样就会比较新鲜。 李拉姐除了买了新鲜的虾子之外，也买了透抽跟各类的青菜。原来今天她要做的想念的滋味就是泰式凉拌海鲜。这是经由我们李拉姐巧手所准备出来的食材，现在要怎么料理呢？等一下我们再切切再烫，要把泰式凉拌海鲜做好，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配料准备齐全。 你看李拉姐刀工利落得很呐！李拉姐这道菜啊，是在台湾学的，还是说以前在泰国的时候就常常做给家里的人吃？在台湾学做泰国菜。哦，为什么李拉妈妈来台湾才学泰国菜？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比较没有看到泰国餐厅，也不没有去外面吃，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呢。 想吃家乡菜的话，都是要自己动手做。这时候要打电话回家问做菜的步骤吗？那个时候是都用写信的啊，因为我来台湾已经25年了，这样要多久的时间啊？一两个礼拜，但是也要看对方那边回信。假如说他回信比较慢的话，大概一个月。一个月。对。是谁会写信给你妈妈？ 爸爸写，但是可能爸爸也会问妈妈。我每次接到爸爸是应该都会哭很久吧？对哦，看到信边念边流眼泪，等待那个等信那个时间，真的啊，时间好长好长。对于李拉姐来说，做这道泰式海鲜凉拌就是一种想念家乡的方式。而要把这道菜做成道地的泰国味，川烫海鲜的技巧可是非常重要的哦。 结果呢？我要下喽！等一下，我先放一点盐巴。还不可以哦。先放一点点盐巴。为什么要放盐巴？让它那个鱿鱼比较软。哦，放盐巴可以让这个鱿鱼比较软。下去之后要弄多久？大概不要给它太老。再把海鲜的部分都完成以后，接着下来就是要把新鲜的蔬菜切片摆盘。 这么一来，凉拌海鲜的配料部分就全都完成喽。而接着下来就是整道料理最关键的部分——制作酱料。制作酱料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辣椒跟大蒜放进玻璃搅碎。我们现在香料都加完之后就可以开始锤了吗？可以啊，你会锤吗？ 会，上次那个泰国的玛丽妈妈，她也是用这个，在打的时候感觉有就用力有压到的那种感觉。以前在泰国要娶媳妇，她会听你的用这个东西呢。这是娶媳妇这样动作就嫁不出去，这是要。
要很用力才嫁得出去，对，就是要很快。对，好好，所以这个就是要。不行，我怕辣，所以不可以倒太大力。啊、不要不要太大力 ，OK。有了上次经验的特派员婉婷，这次可是卯起来用力敲打啦。原本以为肯定没问题的婉婷，此时却听到李拉姐说：“这样子的话，隔壁邻居听到，而且过年的小姐很厉害，很会做家事的。”哦，这样吗？是哦。你在干嘛？哦，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听到的，是不是？对，哇，好厉害。这样子有没有听到？应该有听到，很好。再把辣椒跟大蒜搅碎之后，接着再加入鱼露，酱料就完成喽。可以倒进煮熟的虾子跟透抽里面，均匀搅拌。李拉妈妈的泰式海鲜凉拌有个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除了加入了新鲜的蔬菜之外，它也加入了白木耳，让整道料理的营养更上一层喽。你瞧，完成之后的泰式海鲜凉拌看起来多么漂亮，多么美味啊！今天来跟我们串门子的荣文姐跟玉琛姐，他们两位之前也都来分享过他们想念的家乡滋味。话不多说，赶快上菜喽！哇，好丰盛哦！哎，来吃这个，这个是我刚刚帮忙做的，是我们泰式凉拌海鲜，吃吃看，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辣。因为我是小辣，我是改良了，是我们泰国真的要很辣，啊、好特别，我没吃过哎，好吃吗？对，好好吃这个，这个是我做的越南的凉面，啊，台湾都叫它米线，好吃吃看，好好。除了有玉琛姐所带来的越南口味凉面、越南米线之外，还有缅甸妈妈荣文姐她来台湾才学会的拿手好菜台式卤猪脚。有了这两位料理高手的加持，这顿饭真的是太丰盛啦！啊，那这盘是什么？是青芒果，我们泰国那边也是常常有，你们那边应该有吧？有，我们越南有，可是我没看过这个。但是酱料的话很特别，因为都是要我加那个红葱头，还有那个香茅、虾仁、辣椒、椰子糖。哦，那要怎么吃？就这样子、啊，都是用这个直接蘸上去。对，青芒果这样子，就直接这个平常是拿来当菜吃还是当水果吃？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菜，因为我们吃东西，我们泰国那边可能天气很热，所以喜欢吃酸酸甜甜辣辣的这样子，比较爽口。我觉得我好幸福哦，不用出国就可以吃到这些国外的美味，而且是道地的美味这样子。对，谢谢各位，好，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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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大家。Jumlah tenaga kerja asing di Taiwan yang terbanyak saat ini adalah berasal dari Indonesia. Sedangkan di Indonesia, sebagian masyarakatnya adalah umat Muslim. Bagi teman-teman Muslim kita ini, setelah berakhirnya bulan suci Ramadan, hari Idul Fitri merupakan hari Lebaran mereka. Sebenarnya, bagaimana sih teman-teman Muslim Indonesia merayakan hari Lebaran mereka di Taiwan? Ayo, kita bersama-sama pergi ke Masjid Agung Taipei untuk bersilaturahmi dengan mereka. Ini adalah tempat yang berlaku di dalam hutan dan hutan. Ini 最近晚上都特别的热闹，因为现在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月，从6月18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穆斯林们白天完全不能进食，到了晚上才能开斋吃饭。而清真寺为了让这些虔诚的穆斯林在晚上能够好好的吃顿饭，都会准备丰盛料理供大家享用，而这一餐就称为开斋饭。开斋饭就是在我们斋戒一整天，没有水、没有食物的状况下的第一餐。那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对食物非常感激，然后也觉得说能够
有饮食是天主，就是是真主对我们的恩赐。今天我们有牛肉咖喱，还有一些那个沙拉、白饭，还有饼，这是手工的饼，特别饼。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四有250到350个人，然后礼拜五、礼拜就是到450到500个人。为了服务来这吃开斋饭的穆斯林们，有许多工作人员在现场忙碌准备着，而他们全部都是自愿来这里帮忙的志工。我在台北开餐厅了，那这个因为是这个月是我们的斋戒月，我特别来这边帮大家服务。我是负责煮菜。在吃开斋饭的现场，还有一个写着麦子钱的特别箱子，它可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哦。在这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封斋，整个白天不吃不喝，很辛苦。于是，当你有能力的人，应该每个人用手捧两捧粮食，直接去拿给那个穷人。我们就把它合计，大概你一顿饭多少钱？在这个一个月里面，你就等于说缴这个钱，来代替你要给穷人的麦子，然后由清真寺呢来找寻这个需要的人，帮你把发给他。饱餐一顿后，大家满怀开心的互道再见，因为明天是整个斋戒月结束的重要日子——开斋节。7月19日这一天，台北车站热闹非凡，上万名来自印尼的移工们从上午就开始聚集到这，他们席地而坐，互相聊天庆祝，欢乐又热闹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车站，因为这天正是印尼穆斯林们一年一度的开斋节。今天的活动因为是我们的斋戒月的完，已经大家已经封满了30天的斋，然后今天因为这些印尼外劳他们在台湾，我们是以过年的心态来帮他们举办这个活动。开斋节就如同印尼的过年，主要是庆祝斋戒月的结束，许多穆斯林们会在这天全家团圆，但在台湾的印尼移工们因为无法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因此台北车站这就成为了他们互相聚集一起庆祝的好地方。我们是印尼人，我们的来车片全部一起在这里，因为现在我们的过年，我们的回家回家的，所以我们的一起来这边，有的那个一起吃饭，然后碰到朋友，全部说我们都印尼说的是拉杜拉米。在开斋节这天，许多印尼穆斯林们也将自己做的拿手好料理带到现场与朋友分享。牛肉人当，牛肉什么？人当印尼咖喱。除此之外，他们也穿上传统的印尼服饰，一起欢笑庆祝。这个是一部从印尼来的，我一件这个买回来有结婚的时候我买回来的，然后因为今天是印尼的过年，所以我穿看看，因为这个我一件有结婚的时候还没穿过，然后我叫大嫂寄过来，然后我现在可以穿的。现场也请到了印尼乐团与大家一同狂欢，而且不止台北车站里面，在车站外也有许多的表演活动，让来自印尼的移工们能感受到回到家乡的感觉。就在热闹的歌声下，这些来自异乡的印尼移工们一起在台湾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开斋节。名字是 Nani Kriati， 我今年是31岁，我结婚了，两个孩子，很大。Nani Kriati 身处异乡当看护的他，最放心不下的当然是家中的那两位宝贝孩子。为了要跟孩子们联络，最方便的当然就是3C产品喽。但是这却也造成了他别的困扰。我想打电话给小孩，因为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的话，他们会等我的电话。Hello， 亨雷公。在哪？你不和你朋友在这里吗？啊。
Loh, kok suaranya kayak gitu? Kenapa? Oh, sampean puasa nggih? Pun medhot dereng. Dereng. Oh, pun tuh basne klambanyar dereng. Ampun. Nah, kan kalau puasane selesai kan anu nanti dapat hadiah. Nggih to, Tang Le Udin. Mama sayang banget kali Mbak Hani. Assalamualaikum.好了，就是起床，刚好起床，所以不想起床，声音都好像在睡觉样子。我都想到我一定离开他们那么多久了，然后要跟他们联络的话，如果一起打电话都有很多钱嘛，我都想到买一个手机，然后帮他 download 一个 line 啊，那个还有一点玩游戏给他玩一玩。后来我发现他都不要看书，不要看功课，也不要看他那个学校的书，他脾气很不好，常常骂，常常生气，然后把那个电脑那个 里面的 SIM 卡拿出来，但是他以为他钱没了，他存的钱拿出来去外面买那个电话卡。除了因为孩子无法专心念书外，雅蒂还看到家乡的孩子们因为经济上有着困难，看书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在雅蒂的心中萌起了在家乡设立图书馆的念头。于是他就广招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共襄盛举，到现在他们的成员也从原本的一两位累积到现在的23位。哎，妈，selamat pagi。哎，妈，terima kasih ya, mbak。Ya, mbak Arsanya。Ini pesanannya sampean, ya. Kaosnya, size-nya ini 400. Ya, ya, terima kasih mbak ya. Oke, ya. Oke. 我们固定要存钱，因为要买书柜啊，然后桌子，还有那个垫子啊什么，我们都要想办法，一定要用到钱嘛。然后我们都做一些 T-shirt 来卖。Ini loh, mbak katanya mbak Nani itu kaos ini untuk apa itu alasan saya beli untuk membantu anak-anak itu loh mbak, untuk program perpustakaan dia. Berniatnya beramal. 除了有做 T 恤义卖之外，他们还做别针、画画来赚取微薄费用。这些所赚来的钱也成为他们成立图书馆的基金。而雅蒂则是在网络上帮朋友们订购印尼的书籍。我在那个上网看看他书，想订一些那个拿过来的给朋友们的书。这个是那个 Islamic parenting， 是那个家庭教的 Muslim 的东西。我就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我是跑了两三个地方了，这样。耶，找到了。一个好的书，然后有不用运费的，蛮便宜。在网络上订好书本后，接着雅蒂就必须将这些寄来的书籍打包好，拿到附近的书局邮寄给大家。好，老板早。好。不好意思，今天比较早，因为比较没有空。今天阿公跌倒了，我还要在医院。他是今天的一半我已经写了，这个书还有这个是包包，好像我这种包包，它是那个印尼的。这个是哪里？这是台北。台北市吗？西基是哪里？汐止的。对。南投。南投。还有到南投的。对。那全台湾省都有啊。这个两个比较不会看，好，没关系，我这个对不会看不会写。中文的话我懂的话我都写，不懂的话老板会帮我。他很认真哦，很乖啊。拍摄当天刚好雅蒂的母亲远从印尼来探望他，在采访结束后，他也赶紧把握今天放假的时间，带着妈妈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我现在想带妈妈去台北车站走一走啊，吃个东西，让她回家前都有那个台湾的感觉，然后可以吃到多一点台湾的食物这样。
带我妈妈还钱，我想你要发一点这个，这个是那个跟妈妈的东西，想发给一点给印尼人。虽然今天是他们母女俩独处的欢乐时光，但是一到台北车站的雅蒂，一看到许多家乡的朋友，却又忍不住拿起设立图书馆的传单发送给大家。Aku sangat bangga, sangat bersyukur sama yang maha kuasa. Biarpun saya enggak bisa nyekolahin anak saya, tapi alhamdulillah Tuhan kasih segi sama dia, dia bisa membantu sesama yang membutuhkan. Dia tidak memikirkan diri sendiri, juga memikirkan nasib orang lain. Itu saya sudah merasa.一群印尼的朋友们努力的在台湾工作，为了让家乡的孩子们可以有个舒适的读书环境，而这样单纯的信念也成为支持他们在异乡奋斗的动力来源。Pemirsa, tayangan yang baru saja kita saksikan adalah teman kita perawat Indonesia Nani.Bersamaan dengan kesibukan rutinitas kerjanya di Taiwan, mengubah rasa rindu akan kampung halaman menjadi kegiatan amal bagi kampung halamannya bukanlah hal yang mudah. New Taipei setiap tahunnya menyelenggarakan festival menyanyi untuk teman-teman tenaga kerja asing kita di Taiwan. Kegiatan ini merupakan acara besar bagi mereka loh. Selanjutnya pemirsa,Acara kita ini juga akan memperkenalkan teman pekerja Indonesia kita yang sangat kreatif dalam bermusik. Mereka bergabung menjadi grup band yang dinamai sebagai Relics.一首首外国歌曲悠扬的在新北市政府里响起，有哀愁，有高昂，有欢乐。这是由新北市劳工局为了让喜欢唱歌的外劳移工们所举办的外劳星光歌唱大赛。今年这个活动已迈入第八届，来报名的队伍高达了788组。看看来参加的每位参赛者，无不使尽全力，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一展歌喉，还有人可以借此圆一个自己的梦。我回你的时候，我会煮长冰，然后给妈妈他们爸爸看。我希望爸爸妈妈会高兴。除了借由歌唱比赛来一圆自己的梦之外，另外也有一群喜欢音乐的女工朋友们在台湾自组乐团，甚至还发行了自己的歌曲 CD。Halo, nama saya Haris. Saya di Relics dengan posisi vokal. Halo, nama saya Vicky. Saya bagian gitar. Hello, my name is Agus. Bass gitar. Halo, saya Dodi, bagian drum. Next.Hello, nama saya Anggi, saya bagian keyboardist. 这个乐团组成大概差不多七八年了，因为那个多迪啊，多迪就是鼓手，那个他很喜欢 band， 然后他想要组织这个 band， 然后才找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才找到人，然后才这一个乐团这样子。这个乐团 Relics 是由五个从印尼来台湾工作的大男孩所组成的。他们虽然来到台湾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必须要熬夜上班，但是热爱音乐的他们还是不放弃音乐，不但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乐器，还把极少的休假时间用来练团，让他们的音乐梦在台湾还能够继续走下去。Aula dan Audi Aula kita berapa? 6 lagu ya. 6 lagu berarti ya paling enggak aku cinta Indonesia berkuntuk kembali selamanya.Ada dua tempat, jadi kita ada dua tempat di Pakong Yuen sama di Taipei Main Station.
Jadi kita memilih lagu mana yang tepat karena buat kita kadang-kadang di luar sama di indoor, di dalam ruangan itu berbeda gitu. Jadi kita memilih lagu yang tepat jadi kita juga mempersiapkan list lagunya gitu. Jadi gitu. Jadi juga ada lagu baru yang harus dipelajari juga seperti itu. Relax 的团员对于这个礼拜的练团分外重视，因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将在印尼人一年一度的大活动开斋节登台演出，而他们为了开斋节也特别准备了一首歌，一首印尼人都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Gebia Gebia》。Relax 乐团将以全新的方式诠释，让在台湾的印尼人除了感受到家乡浓浓的年味之外，更增添了一些在台湾的新感受。开斋节这天 ，Relix 乐团还没登场，就受到了现场许多印尼朋友的注目跟欢迎，现场的情绪可说是沸腾到了极点。而在万众瞩目之下，他们终于要正式登场了。我喜欢 Relix Band， 大家都很帅，然后唱得很好听，真的，非常很好。Oleh karena itu langsung kita berikan tepuk tangan yang meriah kepada Relix。Relix 的演出不但得到了现场观众热情的回响，动人的歌声也让现场的印尼朋友把欢乐的过年情绪都释放了出来。而在表演的最后 ，Relix 将要带来这首他们为现场朋友所带来的爱国歌曲《Gebia Gebia》。Sekali meneruskan band ini karena memang kita sudah bangun band ini mungkin seluruh masyarakat Indonesia yang ada di Taiwan mungkin sudah banyak yang kenal dengan Relix. Sebenarnya kita ingin sekali untuk meneruskan band ini di Indonesia. Kita lihat saja nanti bagaimana. Juga di sini kan juga ada Mbak Ati Jendri selaku manajer kita juga mengambil banyak sekali masukan-masukan yang dikasihkan oleh Ati Jendri selaku manajer kita yang terbaik seperti apa untuk seterusnya. Indonesia, tepuk tangan sekali lagi buat Relix. Dan sana. Bersamaan dengan lagu merdu yang dibawakan oleh band Relix, acara hari ini pun juga berakhir sampai di sini. Jika Anda mempunyai saran ataupun harapan terhadap tayangan acara kita ini, silakan melalui surat Anda bisa menyampaikannya kepada kami. Sampai jumpa!